姨，我要一个布袋馍，是十元随便选吗？是的。那我今天可以也给你上一个。拿一个鸡排，鸡皮和鸡柳各一串，这个是里脊肉。嗯，里脊肉来两串，土豆丝和炸茄子各来一串，给那个再放一次鸡肉来。再拿一根仙女棒，最后再来两个小蔬菜，需要这些阿姨。好的。你帮我拖空空油，我减肥。好的。我的老天爷爷，这也太香了！大家认为，嗯，棒，洒满孜然。路过甜品店，总想进来逛一下。要一个芋泥三明治。这个多少钱一个？109。是柿子的吗？对。嗯，那不要这个，还是要这个吧。哪个柿子？嗯，这个是派大星吗？里面是什么馅儿的呀？这些也好喜欢，下次再带你们回家吧。就要这三个吧。嗯，好。会员有没有？会员没。哦，有。我要一个烤蜜薯。嗯，又小又甜的。给你转一下。烤地瓜，有带有糯的烤地瓜，冰糖烤地瓜。嗯，可以。最后买杯香草冻饮茶回家。喝完放心吃。对不起，姐妹们，这个我在路上偷吃了一半。这个是香草冻柠茶，这个里面有鸡柳，还有辣椒，各种肉，真的很多。超大的一个，吃起来也太满足了。好吃好吃好吃啊。最后一口太大口了，噎死我了。这个小蛋糕有点小贵，但看着超好吃，我就买了。小熊饼干，石榴在嘴里爆汁。中间是柿子果肉，还有一整块柿子。好甜啊。中间的夹心是南瓜的。很绵密。这应该是姑娘果，这个是芋泥三明治，这个是派大星，长得好丑呀，明天当早餐。虎皮很香，是咸甜口的。又到了吃烤红薯的季节，看着就挺甜的。好甜啊。它里面真的没有加蜂蜜吗？感觉真的好甜呀，不过真的很好吃。想实现酱多多自由要花多少钱啊？这个一只蓝的乳酪小卷多少钱呀？23。再拿一个虎皮盒子。四
18块钱。哦，再买一盒盒马的紫米厚芋泥，看着也好好吃呀，39块钱。买一个米阿诺，35元。最后一个虎皮豆乳盒子肯定是在等我。这个梦龙脆皮泡芙多少钱呀？一个奈雪的草莓魔法棒，26元。冰山奥桥我还没有吃过，拿一盒多少钱？50。各种网红糕点种类真的好多啊！最后来罐子区，再拿一个开心果罐子，6.79。今日份小饮料就喝这个草莓乳酸菌，92元。喝完放心吃。先吃这个盒马的芋泥紫米乳酪面包，这一口下去也太满足了，好喜欢两头的乳酪呀。哇，好顶啊，是草莓味的乳酸菌气泡水，一只蓝的乳酪小卷，这个酱真的绝了。有种入口即化的感觉，赶紧来个草莓魔法棒解解腻。酸酸甜甜的，中间是整颗的草莓，这个是山姆的脆皮香草泡芙，中间夹心就像冰淇淋一样。好喜欢中间的夹心呀、啊！酱多多盒子，我真的好久没吃了。这个是咸蛋黄沙拉的，沙拉的口感很绵密，咸蛋黄吃起来很香。真的，每一口酱都好足啊！再来最后一口，可以了，可以了。酱豆豆每次必须点到为止，不然后劲太大了，会很腻。是海苔肉松豆乳的，我还没有吃过这个盒子。这个对比刚刚这款，这个略显清新一些，没有那么腻。有一说一，这东西饱腹感是真强。还好买的这个酸酸的特别解腻，米阿诺，它的口感吃起来咸香咸香的，不愧叫米阿诺，真的好糯啊，有点像橡皮糖。奥巧的冰山熔岩你们吃过没有？哇，颜值好高呀。有种薄荷味儿，蓝色的应该是薄荷，一下子就上头了，我真的受不了这个薄荷的味道，感觉有点呛，很清凉的牙膏味儿，薄荷中带一种苦涩，
这会儿太腻了，这个就不打开了，留着慢慢吃。拜拜。